喂，喂，有吗？有吼，来，就帮我开启了吧。就自己搜寻奇乐哈，然后519房密码49，那等一下就是采取说，因为怕，我是希望人会满呐，然后再就是希望就是说，如果人满的话，我会从2号开始踢到18号，就是每过一回，每结束一场，我会从二开始踢，就踢一个人，因为他踢人有 CD，然后就是。下一回合就踢3号，然后让下一个人进来，这样子，以此类推。啊，519房，密码49，嘿，我是觉得我活不过第二玩、第三玩啊，所以我是抱着说开房间给你们玩的心态，反正你们一定会狙我、杀我、查我啊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的2号玩家是下一场要被踢的玩家，好啦，看有没有人啊。如果没人的话，反正我等下就是，看一下哦。好，我们9点开始玩，如果没满的话，来，让我们来看看这位，哎呀！哎，不能看鸽子，看鸽子等下被烧了。哇哦！应该不用加啦，因为我都要开的话，我就是一次开啊。你加我也没有用，我其实也不会在线上。乖，不用加没关系。哎呦，不用加，阿贝，你好丑哦！在吃晚餐，没关系啊，吃晚餐也可以玩啊。啊，等一下，我希望就是玩的时候不要吵架哦，就是可能就是两个警察偷一个，另外两个偷另外一个，因此吵架啊，我不希望有这种事情发生哦。好，你们如果当到职业的，记得。我要用这个画面想才对，因为我现在是双开。你们等一下当到职业的，在这边会有那个职业频道自己打字。嘿，比如说第一晚了，然后可能就是说要投一号，就先打一，然后先确认好再投，不然的话又吵架，也不是我希望看到的。等一下有人赖我，我看一下赖哈。巧拼没放吗？有啊，我巧拼就是放在垫子下面，不然我要怎么办？他会吃那个呢，巧拼上面的棉呢，你傻了哦？那兔子赖我，来哦，还有2分钟，还有2分钟，519房密码49，嘿，没有，我想说达尔文就是10加1个人嘛，11个人而已啊。啊，要么就是全程我主持给你们玩这样子，哎呀，现在这个画面是我用观察者在看的，所以我主要玩的是另外一只啊，不，因为这样子你们才看不到我的职业，you know，那大家感谢发喽，哎呦，再两个。啊！结果如果等一下我踢掉2号玩家，我不是透露他是谁啊？我踢掉2号的话，啊，进来又是2号的话，同一个人的话，然后我就还是照踢啊。好啦，开始喽！我觉得我要死掉了，我先去找东西吃。怎么那么准？那声音是不是有点大啊？那个声音，我看一下哈。
声音在哪里啊？就是这个吧？哎，不是。哇塞！看我跳一下哈，画面动一下。你们先投票，我调 OBS， 对啊，对 OBS。啊，给警单啊！这两个警察在干嘛？新手。这个，然后小声一点。OK。啊，凶手好猛哦，杀手好猛哦。起票。那可以给个推单啊，就是让我们有方向，不然你看又浪费了一天，对不对？白天就可以给个推单啊，没查到没查，就给个推单嘛。啊，看等一下玩的怎样，我们再来制定场吧。就是可能一堆炸弹客啊，一堆保镖啊，一堆……哎呀，死人了！有啊，有开放啊，我有开放。64G 可是我觉得 G 留着啊，反正他也可能 G 到杀手啊，有没有 G 留着 G 杀手，然后这样子就可能我们会赢了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是什么游戏？这是奇乐。怎么办？要不我们当报名吧？哎，这几个其实我都不认识哎，我认识就只有二号跟八号而已哎。哇，好了，摸一下。来摸一下哈。你是16哦，好，我记得，好，记起来。哇！哇！好猛啊！我先讲哦，结案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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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也太慢打了吧！哇，你打太慢了啊！
对不起，我太累是我的错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打太慢了。不起 ，Q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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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Q。哎，有换人哦，那不用踢啦。哎哎呀，我跑掉。我好累哦，我想说我可以钓到人。哇哦！我是个菜逼吧。好啦，我是很谢谢你啊，谢谢你保我。对，是吧？没查到啊啊啊啊啊啊！好会投哦。哎、欸，我不敢给单了，我不敢给单了，我给什么单好吃什么？来不及加没关系啦，等一下都是会有人会自己离开，或是我踢一个人啊。那你在那时候强吧，加油，慢慢来。哎、欸，我等一下不敢给单了，我给什么都是蓝底的、欸。看到我的直播秒来，可以啊，就偶尔开开大家一起玩的台。没有，我不换房间的原因是因为我双开嘛，我要本尊这个账号先去开个房间，再开分身过去，我很累，我很懒，我很辛苦，体谅我哈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我现在要盯着三个荧幕。不是三个萤幕，我的双萤幕要盯三样东西：一、游戏画面；二、正在玩的画面；三、OBS。哦，不对，还有四，聊天室。五杀平票，对啊，输了啦。除非狙击再狙到一只杀手。医生有四针，可是医生死啦、啊。嗯，杀手吵架了，没有调好。我跟你讲，八号一定是杀手。如果他不是杀手的话，我下一场就踢他。我已经死了啦！我八号是杀手，他一定是杀手，那个杀手的样子的脸。啊，我就叠一房车喽啊！哇，结束了。你看这杀手脸，我看一下哦，再就轮到三，哎、欸，有人跳了，那我就不踢咯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还是要踢一个，这样三号不好意思，就是让人多一点机会，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大家都有机会。开始，密码999，我手上怎么有虫？
好，好，不然就是等一下真的我再重开一间啦，感觉很多人在等欸。当报名喽！四个啊，他密码只能打四个。我也想打919啊，啊没办法啊。哇哦！我来领个在线奖励。OK。什么70啦？不要跟平民的票啊！记不到，好了，等一下重开一间呐，你们等我哦。好，乖，我等一下这场结束，我们玩制定场。啊，只是说我一直重挑很累。是哎，感谢感谢感谢，谢谢谢谢谢谢大大，谢谢大大谢谢大大谢谢大大，我来当报名了。这个，他没穿衣服，叫他。哎、欸、我，我好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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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光光错了吗？不能播啊！虽然你有遮。他有花花，票他，还，难道你是特工？哦，剑，剑，哎呀，医生自杀啊！
医生。安安哦。文字哎、欸，结束了，输了！哎呀，可惜，差一点点，居然输了，查到最后才查到啊！好啦，我重开哦。我重开哟、哦，我重开哦，那个等的，不好意思哦。竞争房间，快速，不能零开头的，哎，好烦哦。啊，四个九啦，然后。等我一下下哦，调整真的很烦耶。嗯，差一点点就赢了，我好恨哦。好，五八七房。诶，五八七，咦？五八七，五八七，这几枪哦？五八七，五八七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不会是哈记吧？哈基，我们来通话，我们来通话，我们来通话。我好无聊，我好孤单，我好寂寞。等我一下，我 OBS 先关一下。显示器截取。哈基，我们去 Amigo 玩。我直接把他扔出来，我扔那个最丑的，直接把他扔出来，厉害吧？哈基，我只是想偷偷跟台。哎、欸，我直接把你认出来、欸，你太好认了，对啊，很帅啊。哎、欸，嘉伟，自定模式啊。哦。等一下，我再调一下。设定你想玩什么的？我都可以，都可以。那就这啥啦？啊，就制定模式啊，比手速啊。哎呦呀，不要进出，我在调很累。等一下，OK， 来，刚刚说了要踢第二个人嘛，来踢一下。来哦，保该保的哦。哎呦，说谢谢哦。哎呦。我们两个真的互保哎。嘿嘿嘿嘿，我帮你，你帮我。对呀、啊，我就不会死了。等一下、哦，我警察射多一点哈。警察，凶手，好了，可以玩久一点了。确定。
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。我还在点呢、啊，我要四发子弹呢、啊。你看，苏国庆有料到每一场都会一开始就死的那个觉悟了。对啊，所以本来昨天半夜想玩这个，然后想说出门买咸酥鸡，抱着会死掉吃咸酥鸡的心情在玩。自由。失败。来哦，下一场我们来验血咯，替玩家，我们来验血吧。验血。嗯，我来看看谁是欧洲，谁是非洲。哇塞！啊，没中！这只要中了就那个嘞，就死人啦、啊！哦、啊，那么准，好猛哦！好猛哦！太猛了吧！就死四个，还死了那两个这样子。重来，重来，等一下，我要调一下。我居然活着、欸！可恶！啊，算了啦，各个直接各一个好了。等我一下哦，我调一下哈。密码是什么？四个九啊。狙击医生，这时候不要给离开哦，离开我会疯哦。这样就知道谁杀谁了，比较好抓到战犯了。藤魔 ，OK， 来喽！哇塞，刺激很！啊，有没有那么厉害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们两个不能当到有主要职业的齁，那我再多调两个。当到就直接 GG 了。对啊。好啦，这个我隔两场再踢啊，不然会没玩到。嗯。这样子。好。就下场发现我跟你都是杀手这样子。对啊。那我们两个玩的。啊！还是你想玩达尔文游戏啊？冲杀！我吓死我！我被关呢、欸！我被关还票哦，阿小。十七号啦，他有问题啦！我刚刚被关没有做事哎、欸，转十七，拜托，拜托，我还想救人啊，转十七啊！
我还想救人。那些投石器的，我下一个就救你们。虽然有点多，我救不了。哇塞！谁啊谁？好好，我救你。哇，感谢感谢。哎呦呦呦，感谢感谢。不要了，我好怕哦。你看，投他，他刚被关起来没做事，就是他。我刚刚也突然卡了一下，还是因为就是因为这样子，凶手没有杀人。哎、欸，有人杀人哦，谁被杀、啊？杀手队，你要杀你哦？对呢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收票，收票，收票，对不起，忘记了，又复活了，杀小，变僵尸，我突然变僵尸，不，我要乱打字了，哦。8479 9487警察被咬了，警察被咬到了啊！谁是特务啊？我看一下啊，刚是谁？来，再提一个。